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同大家介绍的疗剂 Sambucus nigra， 英文叫做 elderberry， 咁我哋中文叫节骨木啊 ，Sambucus nigra elderberry 节骨木。节骨木咧可以应用嘅地方系有三大嘅应用嘅系影响嘅地方，第一就系嗰个呼吸系统啦，第二咧就系个肾，第三就系皮肤嗰方面嘅。主要呢它 是影响那个呼吸系统，喉咙啊、胸啊，还有那个鼻那个那个鼻道的。通常呢就是婴儿就是鼻塞，唞不到气，鼻塞令到它呢睡觉睡不到，或者呢它吃奶的时候呢鼻塞令它吃不到奶这样的。当然啦，如果这个的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喺嗰、那個下呼吸道咧，就會導致嗰、那個嗰、那個呼吸困難嘅。咁通常嘅症狀咧就係咁，個 B B 仔瞓瞓一覺咧，突然間醒或者唔肯瞓喊突然之間就擲醒咁樣嘅，個面咧就係即係青青藍藍咁樣坐起身咁就喺度搏命唞氣，因為咧。佢係發覺咧係瞓覺嗰陣時候咧鼻塞到咧係唞唔到氣，咁突然之間擲醒咁樣嘅。通常嗰啲呼吸咧都聽到咧係有啲有好多好多聲音啦，好雜聲啦，同埋咧係嗰個哮哮哮喘啊呢類嘅問題嘅。呢、這個第一嬰兒咧係瞓鼻塞，突然之間咧就瞓翻一覺咧就擲醒咗喊咁樣。咁呢個我經常係應用喺呢個地方嘅。咁第二個地方咧就係咧。皮肤啦，咁发现咧佢哋系好大汗嘅，醒嗰阵时候咧就好大汗嘅，但系咧瞓咗之后咧就干翻就冇乜汗嘅。咁通常喺啲发烧嗰阵时咧会出现呢个情况啦。咁发烧得嚟咧，亦都系冇乜冇乜唔多口汗亦都唔中意咧系即系啲皮咧要就唔可以揭开佢咁样嘅。好啦，第三个应用地方咧就个肾方面啦，咁出现咧。
嗰、那個腎嗰、那個水腫啦，啊，尤其是身體各處啦，尤其是腳啦，啊，嗰、那個腳踭、腳底啦、腳本身啦，同埋小腿咁樣嘅。咁當然啦，如果嗰、那個水腫呢個問題影響到腦咧，就當然咧就令到嗰、那個鼻哥咧即係塞唞唔到氣咁樣嘅。咁呢個係一個Sam Bilkis 接骨母咧係經常。用得着的地方的。好啦，咁 Nash 呢位好出名的同我療法醫生呢有一個個案呢就係講佢處理一個老婦人，咁佢又有好嚴重的哮喘，咁亦都係有即係唞唔到氣，成一種發作唞唔到氣，就會有大量的尿液，就會令到一屙尿下大量的尿液呢，咁呢就佢會覺得就會舒服。咁啲佢幫佢屙尿呢，佢咧就腳嗰方面嘅啲水腫問題咧就會舒緩，同埋腹部嘅水腫問題。咁之後你睇到咧，佢係有唞唔到氣嘅症狀啦，加上有腎嘅問題啦，係水腫問題啦。咁Nash 就用嗰、那個切骨木200C， 好快就幫佢處理咗呢個問題噶啦。OK， 好，咁今日同佢介紹下切骨木嘅應用。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